各位網友講啲嘢俾大家聽，自從我上次出咗條片就係講呢個嘅輕鬆便捷移居台灣啊，有一個講座嚇，名額20位，點知一到5個鐘頭咧就已經俾人填爆咗啦。咁好啦，咁啊有見及此咧，咁啊近排咧不停收集咗好多唔同嘅依啲嘅 inquiry 啊，同埋留座啦，咁啊加加埋埋咧，哇！真係要揾個好大嘅地方啊 ，hold 住曬所有 audience， 只可以聽得到啦。咁所以咧喺嚟緊嘅10月22號嘅依個輕鬆便捷移居台灣嘅講座咧，我哋特別咧係 book 咗一個場，就係依個嘅尖沙咀梳士巴利道3號嘅星光行嘅4樓八本人才培訓學院裏面咧，我哋捉咗一個場，可以載成100人咁多嘅。咁而家咧已經有50位嘅老友記咧就已經係登記咗啦。咁啊大家唔使擔心，以為咧就是、一早爆咗啦，點冇位啊？咁唔使諗咁擔心嚇，繼續打電話嚟39558673。39558673，咁啊嚟緊嘅星期二10月22號，依、這個尖沙咀星光行嘅4樓嚇八本人才培訓學校，咁依度咧就會係準時供應大家嚇7:30啊，咁大家早啲嚟霸頭位嚇，肉面向魚啦，咁啊打電話嚟 WhatsApp 啊就得啊，39558673同埋9810874，唔使擔心啊，我因為咧依次咧。我唔講完之後咧，我分分鐘要去到11月，我先有時間同大家再傾呢一樣嘢。咁希望我喺加拿大翻去之前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點樣去嚇去輕鬆便捷移居台灣嚇，點樣可以解決一啲嘅融資嘅問題，點樣可以解決一啲嚇當地要經營啊一啲嘅生意嘅上面一啲嘅一條龍嘅服務。咁大家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如果樣樣嘢順利，12個星期就可以申請到當地嘅居留權嚇，咁啊非常之嚇快捷輕鬆。嚇！依一個機會咧，尤其是喺而家個時勢裏邊咧，記得要把握嚇，千祈唔好錯過。係咁多先，拜拜。